因为疫情关系，网络 podcast 见到真侪增加真侪听众。环保署也宣布要用一挂环保绘本制作 podcast， 培养着囡仔的环保意识。主持人唱歌跳舞，小盖绘本故事，除了影音参考，环保署嘛推出听故事爱环境的 podcast， 对初时开始，两礼拜出一集，参环保基地有关的故事，和亲子共同学习收听。环境素养调查当中发现，就是有些族群那肯定会接触到这个环境议题的机会比较少。那我们当时的研究发现，假如透过亲子的方式，所以可以彼此让小孩子跟我们的家里的家长或者是爷爷奶奶，可以经过这样的共同学习机会提升。环保署表示，这个是以前年甲旧年地方环保局所选的全国优良环境教育绘本为主，亲像咧讲水质、自然保护的水池爸爸爱带囝，阁有小物减速等等的主题，到年底总共会有五集，嘛通连接一挂环保知识，希望幼儿参加年级的活动会当来吸收。以往的环境教育绘本，其实我们经过几次的筛选，有160几本。那我们这次从其中选择了5本，那这5本基本上跟我们环保署现在推动的绿生活有关系。这几年公家单位拢透过 podcast 实政策，成效有好有歹。环保署表示，所来会结合地方政府推行，卖评估相关下载流量、改进内容。记者点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